可是你不是有承诺吗？承诺什么？我想应该都不会到三千了，我们就放下这个心。那好吧。哎呀！各位大家好耶！我今天 po 那个就预告文，然后大家就说：“汤老师，我太期待了，福建有你真好。”什么是福建？我们来欢迎刻在你心上的刻在你心底的名字，不是心中，原来我们在你心上。曾纪华，摩羯座，陈浩森，狮子座，耶！哇，这部戏我已经我其实是二刷了，然后我两次看到的是不一样的戏。不是，这个是因为哈，本来是一次北影版，一次。真是我是三月看的那一版，他是在北影之前那个版本 ，OK， 更早的版本。那一次我看那一部电影是浩森陪我看的，浩森也是第一次，对，就是以观众身份看这部电影，是，然后他就坐在我旁边，我哭得稀里哗啦，然后浩森是忙着在那边评判自己的演技如何，哦，原来看起来是这样。对，可是我们那一场看完好多人都哭了，嗯，有点不好意思哦。真的耶，我觉得这部戏最亮最亮的部分就是我身边的这两位演员，你们表演的真好，相当不错，难怪你们会入选台北电影节新晋演员，好不好？十大新晋演员啊，你们真是不错啊！谢谢老师，我豆腐吃的是够够的，怎么一点？角色一样吗 ？Yes， 来，浩森，坐分钟。我跟他看一次的。要这样哦，要歪着头哟，要歪着头哟，哈、哦，要这样哦。来哟。啊，先不要，你先。糟糕了，我笑得太不正常了。当当当当当当。好。一、二、三，好有默契哦！不要尴尬哦，久一点哦。没有眼镜啊？这个，来一个这个好不好？我有眼镜。深深把他的眼镜往下拉，来坐着，耶可爱，请重现这一张照片。没事，好，来，专业专业，你有点紧，我要在画面外。截图了吗？截图了没？哦，开不开心？可是你不是有承诺吗？承诺什么？我想应该都不会到三千了，我们就放下这个心。那好吧。哎呀！久一点，你离开太快了。截图只有0.1秒的事情。这太